格中对应的长度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适当的调整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现在我这里是一个已经织完了帽身部分的样品，接着开始织帽顶部分。我们来看图解，帽顶部分每间隔相同的针数就要进行减针，从而形成相应的弧度，一直减到最后图解中对应的针数，再用扭收针的方法收好线圈。这里只用到一种减针针法，人字形表示左上两针并一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帽顶部分具体的减针方法，这里我用小样作为演示，无论什么尺码减针方法都一样。首先用帽身的针数除以10，将针数平均分成相同针数的几组，每一组之间用记号扣做标记。以我们的儿童款为例，帽身120针除以10得出12，表示每12针一组，扣一个记号扣。其余的尺寸大家可以根据帽身的针数测算，也可以参考图纸。这里小样我已经标记好了，因为只演示减针方法，起针数比较少。下面开始织。将这两针并作一针，织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同时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，织下针。这样就减掉了一针，这一组减针就完成了，套上记号扣标记。我再演示一遍，织不加不减的下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的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织第二圈，这一圈没有进行减针，全部织下针。大家按照图解标注织完，我就不再演示了。现在已经织完第二圈，开始织第三圈，这一圈需要减针。先织不加不减的下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的前两针。
看，这就是第三圈完成后的样子。第四圈继续织一圈不加不减的下针，这里我就不再演示，可直接对照图纸织完。我们来看一下帽顶减针的规律，每两圈减一次针，也就是第一圈减针，第二圈不加不减织下针，第三圈减针，第四圈不加不减织下针，以此类推，减针位置全部在记号扣的前两针处，进行左上两针并一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织完帽顶，一直织到图纸或者表格中对应的圈数，并且核对最终剩余的针数。这里我就不演示了，下面进行收针。现在我这里还剩下六针，因为针数比较少，只分在了两根针上。大家实际编织作品时，剩余的针数可以参考我们给出的图解或者表格。最后，我们用扭收针的方法将线圈收掉，留出1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。线头收到织片的反面，可以打几个结做固定。再顺着织物背面的纹理收进去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。全部收好后，剪掉多余的线头。将帽子翻过来。起针处的线头用缝衣针顺着织物的纹理。好，所有的线头，帽子主体也就完成了。主体完成后需要加上装饰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蝴蝶结帽子的装饰，由绒球和蝴蝶结组成。先来制作蝴蝶结，首先需要织一块长方形的织片。来看图解，从正面看，这是一行下针和一行上针交替编织的针法，这种针法也叫做搓衣板针，因为是往返编织，实际编织时
每一圈都织下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起针，这里用到的是边织边起针的方法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在棒针上面，线头留长一点，将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的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将这一针套在左棒针上，第二针就起好了。每次入针位置在两个线圈之间织下针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起16针。4 5 15 16，具体起针数可以参考图解或者表格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适当的调整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开始织第一行，第一行是下针的符号，织下针，将针穿入线圈。接着织第二行，来看图解。第二行是上针的符号，因为图纸体现的是织片正面的纹理，实际反面要织下针，将织片反过来织下针。第二行就织完了，将织片反过来，从正面看是瓦片的形状，是上针的纹理。接着织第三行。将织片反过来织第四行。图解中第四行是上针的符号，反面要织下针，往下把这一行织完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现在这里是一个已经织完第四行的小样，我们来看一下织片的纹理。第一行是下针纹理，第二行是上针纹理，第三行是下针纹理，第四行是上针纹理，反面的纹理正好相反。第一行是上针纹理，第二行是下针纹理，第三行是上针纹理，第四行是下针纹理。按照这种方法织出来的织片不分正反，织片平整，边缘不易卷边，具有纵向伸缩性。每一行重复编织下针，按照这个规律
继续往下织，一直织到图纸中对应的长度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适当的调整。这里我就不演示了，现在这里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小样，最后需要进行收针。下面我演示一下收针方法，这里用到的是下针的浮针收针。先织两针下针，用左棒针挑起右边的线圈，套在左边线圈上。第一针就收好了，继续收第二针，织一针下针，挑起右边的线圈，套在左线圈上。第二针就收好了，接着收第三针，先织一针下针，挑起右边的线圈，套在左线圈上。第三针就收好了，往下把剩余的线圈收完，先织下针，然后再把右侧线圈挂在左侧线圈上。剩余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。抽出棒针，把线圈稍微拉大，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这样织片就收针完成了。做好了，取一段25厘米的线头，在织片的中间
现在蝴蝶结就缝好了。接下来在帽子顶部加一个绒球。这款帽子的绒球是由粉红色线绕成，前面我们单独录制过绒球的制作视频，这里我就不再讲述制作方法。安装方法和蝴蝶结相同，将绒球预留出来的线头其中一根线用缝衣针穿入帽子。